为欢庆GOOD TV20周年并实践关顾家庭的意向，马来西亚办公室在15举办 Family Love Run 路跑活动，邀请刘畊宏一家五口带领马来西亚众多在地家庭一起运动，感受汗水，也享受家人互动的精心时刻。这次路跑呢，我们非常的开心，因为是一全家人的一起运动活动跑步。我觉得这次跑步其实办得非常有意义，我觉得这要持续下去，就会造成一种 运动的文化在他们家里面当中，小孩他们现在的运动能力还不是很强，是你最容易表现你运动能力的时候，透由小的时候你就来陪伴他们，这样子你自己也可以在他们心目中成为一个很好的英雄的榜样。今天我们家珊珊全程跑完3公里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。开不开心？开心。下次还要不要再跑？ 而这个活动不只是路跑，主办单位也设计了许多有趣的小关卡，让爸妈与孩子们穿着亲子装，在游戏里品味温馨时光。我们这个其实不是一个以跑为主的，而是我们希望制造一个亲子互动的一个机会跟关系，不管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，那这个家庭里面的爱是很重要的，这是我们要带出来的。家庭是神所制定的， 希望可以透过这次的活动看见神的美好，神的伟大，还有圣灵的工作，让这里的家庭可以建立在基督化的根基上。我们全家第一次参加这样子的活动，以前我们都没有这样子的机会，所以真的要谢谢 Good TV 有这样子的机会让我们全家一起来活动，蛮开心的，因为第一次带小女儿这样子跑，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也体验到其他家庭的乐融融，然后第一次也跟女儿这样子一起在马路上跑，所以特别感觉到兴奋啊，然后希望也还有机会还可以再参加。这场活动除了促进家庭互动，也在其中撒下福音种子。 仰望上帝的爱浇灌每一个家庭，在未来的日子与GOOD TV一起前行。相信有爱，就要奇迹。